这把人看不穿，不亏不作为要们为明天。我还不忘他刚才去帮芳草求情要当大人，我就喷掉他一台。芳草不是不擦脚吗？还不还肯乱哪嘞？啊，这个男人嘛，就是无私献殷勤嘛，搁这啊。哦，哎，我能是你给你救驾了？哎呀，他在发的火嘛，我不能火上浇油呢。嗯，我你假了，各位做朋友。哎，我是哪个？他敢喷我，我喷他也差不多。哎，就是。这个包摆的那闪闪还是漂亮的。梁当。哎，我欠你的人情一定会还的，你放心哥。哎呀，我也不是那个意思。哎，李小超。阿姨，我倒点水给你喝干。嗯。小超啊，你不来这？哦，娘娘什么事？你咋个会背的这个包包嘞？咋个说不好瞧呀？好看呢，好看呢，常见你背的这个斜包太好看，在哪里买呢？王亮送的。亮哥送你呢？啊，他还说了，独一无二，纯手工制作。哎呦，我跟他认识这种长时间，他就是干了这台事情，我比较诚心啊。哎，好巧嘛，搁这。哎，方草草，你不能背这个包包。王亮送我呢，我搞什么不能背？这个包包是我绣给我未来儿媳妇呢。这个亮亮也是，咋会拿着这个东西随便送人啊？娘娘，这个王亮别说着，哎，要不然这种嘛，这个包我是真的喜欢，好看。哎，你谁这种巧嘛，你再绣个嘛，再绣一个啊？那算会哪事情？你背一个，他背一个，哪个是我儿媳妇呢？那是我用都用了，哎，要不然这种，我出钱，算我爱你买的。哎，来，100块，不需要找了。100块，还不需要找？哎呦，李小超啊！你可上电视瞧瞧去，这副包包至少300。啊，妈，好，娘娘，我再给你200，来。哎呦，这个娘娘太着急了。小朋友，喜欢这件运动服啊？嗯。让你妈妈买给你啊。我哪个好瘦？哦，那我们先试试好不好？嗯，好。嘿嘿，你小小的年纪还挺有眼光的。红色的多好看，来！哎呦，太帅了，长大一定比刘翔跑得还快啊！哎呦，小虎啊，我说不来麦非要我来，累死我了。奶奶，老师说上学要穿运动服。哎呦，听话，赶紧脱下来，我正脏的，噶。等过两天你妈回来再按你买，噶。老师都说了，六一儿童节那连环火要穿运动服。哎呦，你听的。奶奶现在没得钱，过两天一定给你买个。哎呀，我今天就要穿。哎，郑金芳。啊？哎，你打过折吗？好啊，9折。哎呦，小气鬼，5折还差不多。那我就亏钱了，要不9折好了。奶奶，人家都打折了，你给我买一套嘛。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过两天再买。你每次都说过两天，我旁边的同学都有了，就我没得。我爸爸妈妈又不在我旁边，你又是不给我买。哎呦你呀，咋个不听话嘛？走！哎呀，小伙子，勇敢点嘛，莫难过了。哎，送你个礼物嘞，嘿嘿嘿嘿。笑，不要哭，哥。我不想要面具，我只要一套运动服。咋个不听话？走。妈，你莫忙了，歇得好。哎呀，你歇不歇好了？你听到亮亮，我跟你讲，以后少爱这个小草多来少去呢，可听见？我多话你说多来少去了。你还说，我送给我儿媳妇那个包包，你咋个送给她嘞？哎呀，我跟李小草现在是非常时期，我有打算呢。那非常时期啊！你可是占了人家的便宜了。妹妹，我跟你讲，你如果爱这个李小草生起瓜来，我倒是不爱他当爹个。妹，哎呀，我的妈！你在那得乱说些哪样？不可乱说，你从非常时期。不是啦，现在商场在评选辅导人，我是想求他个帮我去。
走动跑说几句好话。哎呀，没你好好的买的，你那衣裳嘛，当然当然嘛。这个你就不懂了噻。我跟你讲，服务当然的，干小气子落了，我只得过。而且顾客看见就会有信任感，到时候这个生意嘛就络绎不绝了嘛。没你那意思是说，他李小超，会你整得来只干小气子？当然了，管委会的主任是他舅舅，还不是计划的事情。真的干？哎呀，我就骂你个三五得罪出来了。妈，这回是好，非常时期，早跟咱得罪他嘛。到底是咋个回事啊？哎呀，我跟你讲，没你那个包包搁在他们外的时候，那个是我给我回来儿媳妇呢。没，他不好意思嘛，他就拿了那个300块求给我了嘛。你啥子了？他非要舍来嘛，我当然没得办法了。哎呀，我的妈！我真的是啥福利了？亚师兄，你在干啥个？小超姑娘在忙的个呀？好娘娘，别的娘瞎忙。瞎忙好，瞎忙好。那个小超姑娘，听说你搬到万良当大人个？哎呀，也太感谢你了。娘娘，你媳妇我倒是当担不起。哎呀，你搬万良那么大的嘛，咋个能让你不忙活嘛？你瞧。这300块钱嘛，你赶紧拿着去买件衣裳穿穿去。哎呀，娘娘，我穿的新衣裳就不会再流了。你去买点化妆品擦擦脸。这不晓我这个人扎金，擦化妆品会过敏。没去买点吃的去，哥，买点零嘴。我妈说我一锅优点，嘴不长。哎呀，小超姑娘，太不给阿姨面子了嘛。也不是，娘娘，我这个人就是白钱人情。我帮你接王亮的忙了嘛，是陪他送我这个包包的人情。现在好了，300块钱两清，他不欠我，我也不欠他，省得我还去找我舅舅个赎情，还看他甩脸色。可是，哎呀，不是，哎呀，这个是阿姨做的太不好了。你看，王亮送给你包包，我咋个能要你那钱嘞？哥，子总，包包们你背着，哥，钱们你拿着。哎，娘娘，这个不行，你这个包包是修给你未来的儿媳妇呢。钱你要是不拿，我这个包我也就不敢背了。没这个车啊，娘娘啊，你不会是嫌钱少吧？我们这种，我再给你一本，来，不，小草，我。钱送回去了？哎，我这张老脸嘛，不值钱了。好话说了几箩筐，俺家就是不买账，还交了100块钱，还说。还说呢？还说你两个两清了，一个不欠个呢。哎呀，那意思啊，我靠！李小超，忙的个。看见嘛，还没。哎呀，多好再去麻烦下你舅舅嘛。刚才我不是去过了吗？哎呀，没刚才你舅舅不是有事噻？告诉你个两当。我两个两清了，你跟他当上什么大人，跟我比的关系？麻烦之烦嘛，李小超，我们耍人们耍个死，就人们就个活噻。算了吧，好容易送我个包，还要叫你妈来要钱，我算什么回事？哎呦，你说实话了，那个包是我妈喊我拿的去送给她未来的儿媳妇呢。你说就凭我两个只把感情个对了，那么好的东西，我咋可能送给别个嘛？哎，大哲，这个包不是你送我那个，是我出300块买来的。哦，不是，是400块买的。哎呦，算了嘛，没这个老人家嘛，都一时半会呢摸不过这个桥嘞噻。可好了，再说嘛，我两个谈哪去？谈钱嘛啥感情噻？可是，别嘛，我两个是互利买卖，公平交易，你得晓得呢，感情因素嘛。王亮，车给送给他了。哎呀，好生生的一摊事啊！俺是要祝你老人家死皮的。你说你在家上好了闲得不得个？你非要跑来这头搅闹呀嘛？哎呀，我咋个会认得？咱这个男大人，咋会整出这样的事情来？
再说了，万亮，你是认得那个？我求的那个包包是我未来儿媳妇呢。啊，我咋个理会？哎呀，我就忙儿媳妇，儿媳妇攒不住球，老哪来帮你去讨儿媳妇？哎呦，我跟我儿子有个人好彩的哈。哎呦，小周，来来来来来，哎呦，你瞧瞧我这个王亮儿子啊，老实老活了，好还我石头干讲呢，赶紧说说他。哎呦，到底是他娘是？我来问你讲。下回来个，谢谢喽。先生，你在忙去呢？妹妹，你把手，这个包包真的是好巧个。好巧有什么用？对你都是鬼火气。哎呦，先生，不管多久送你，你三千嘛不是管你当过？哎，这个包包本来就不是送给你的，你看你还按你货当在那个身上，你管得过？什么叫本来不是送给我呢？我，王良达，王良达，张叔。这个包可是你亲手送给我的。哎，是那是那，我亲手送给你的。听见了吗？这个包包是梁当送给你的，没得错。但是这个包包啊，是梁当的么？送给他未来的儿媳妇的。你不配，没办法去过你的身上。怎个样？你想当梁当的媳妇噶？哪个当的媳妇？我梁当，你说清楚，你送这个包到底什么意思？哎呀，这个包包我妈是那个意思，可是啊，我是这个意思，够了，你这个。你懂得啥个？我懂的个两当。我告诉你个，包包我倒是要定了，儿媳妇们哪个爱当哪个当。哎呀，小草，要我说啊，你就顺水推舟，就坡上驴。王良达人也挺好的，是不是方糖？哎呀，你喜欢王良达吗？你嫁给他嘛？你管我的事情搞么？我这不是为你好吗？哦，为我好，你为哪个好？人家会认不得。哎呦，西草，你听多久跟你说，两当已经为了这个包包干那些摸头闹房了啊！你现在只有两条路：一，阿包包还给王阿姨，人家爱送哪个就送哪个；二，阿包包留下了，给钱拿回来，跟你跟了两当的事情真清楚点儿，干得啊！大姐，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当水客了？这些话是两当教你讲的，没是王阿姨教你讲的。哎，我说西草，你怎么好话拿我都听不出来啊？我就说的是为你好啊，哟，你还狗咬吕洞宾了。哎，算了算了，大姐，你说的。是了是了，两当。包包赔给你，你爱送哪个送哪个。哎呀，曹姐，你喜欢嘛就背着嘛，王阿姨想送给哪个嘛，叫她再绣一个就是了嘛。哎呀，就是了，我妈傻巧呢。哎呦，王家的儿媳妇我倒是当不起，还是物归原主了。没那没那，你去你去，不要了，就当做这个包的磨损费给得了。哎呀，这个去，脑袋咋个长啊？亮亮，问你说说嘛。哎呀，包包俺姐还回来了，球俺姐不拿回去，你还喊我说哪样嘛？没饭吃饭，等下我挨这个球给他丢过去嘛，我又回来。哎呀，我姐嘛，再整个这种事情嘛，可是又导致大家吵架嘛。没你瞧瞧他那个脾气嘛，哪个敢气他？我瞧得他，就是在家上的那份善意。是蒋小夫啊，问你奶去哪点啦？他走累了，在后面休息。哦，你可是喜欢这个运动服啊？同学都有。问你奶咋个不给你买嘞？我爹生病了，奶奶说需要很多很多的钱，但是我真的好想要一套。嗯，曾哥，那一套给娃娃穿得起吗？他奶奶不给他买呀。哎呀，你拿嘛，我给钱。那还是我来付好了。不行啊，我哥，马超，你来一下嘛。好啦，你等住一下哈个。哎好。叔叔，我想穿运动服。不急不急啊，他说等一下。真心吗？俺去上哪那个小服穿起来，我来付钱。那怎么行啊？有什么不行？本姑娘高兴。那你稍等一下啊。稍等，等个什么等？马超，就算是阿姨求你了，哥。两个啊，曹建的脾气你又不是晓不得，我是怕他不肯给我面子。哎呀，发草，你瞧，本来这个包包阿姨是想送给你呢，没现在转去背着了嘛，该不太好。我是想，
但得以后我好好的修一个给你，嘎。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怕。哎呀，我妈都说了嘛，站得长站不长嘛，你去试哈嘛。俩说那话呢，哪得？哦，那好嘛。芳草啊，李小超跟我说啊，那孩子买衣服的300块钱啊，他要付啊。他要付？哎，他张六安那个娃娃买的啥？他刚才亲口跟我说的。我这个球我就有办法了。来啦，小子弟，再摘点帽子嘛，就盖子的咯。哎呀，运动哈，穿起来，好了。来，起来瞧一眼。帅呆了，酷毙了。哎，杨媳妇，哎，瞧一眼。一套衣裳300块，加一双鞋子一共400。拿的，哪个分了？分什么？钱都交完了。哪个交的？这你就别问了。小虎，奶奶来了，跟奶奶瞧瞧新衣裳。是了，你看我那新衣裳，这漂亮。赶快脱下来，真脏的吗？哪个赔得起？不脱不脱不脱，这些我全不要了。哟，这东西我们穿不起，穿不起了。大妈，给他穿的了，我们不要钱。不要钱？天下哪有那么好的事情呀？小虎，赶紧让他们脱下来，脱。不脱，脱嘛脱嘛，你脱掉我们也不要了。不要了。哟，西你们怎么做生意的？干，小虎，脱下来。不耐脱。别，不耐脱。脱嘛。不要动啊，小心被勒死。哎呦，那样死好了，还哪来不来呢？这个要是你妈怎么整？我还不怕的，又是我看了，来，喂，阿爸，奶奶，我听你的话，我把这些留的。二哥，你不，我要奶奶。赶紧倒药啊你！哎，我打。沙家各位顾客，本沙场李小超女士拿出自己的钱来为家庭困难的娃娃宋小虎购买上学用的运动服，她这种主动为留守儿童奉献爱心的精神值得我们大家学习，沙场管委会决定对这样的善举提出表扬。哎，什么意思？我没出出钱吗？哎，小超，你们人走羊啊。啊，你虽然说是心脏病，但是我们送的比较及时，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哦，好了好了。哎呀，给我们商场增光了，这个商场管委会决定授予你服务达人的称号。哎，不，你们搞错掉了，买衣服的人是他，不是我，我气应该给他。真心吗？哎呀，一个外乡人不容易啊。没，海哥，这买衣服的钱一开始是芳草出的，这气给他应该。啊，小芳草啊！哎呀，给我们家乡增光了。哎呀，海哥啊，买衣服的钱其实是万一村呐，这个妻子应该给两个。不好，给我姐完了，应该给李小超。给我，不好嘛，你们整错掉了，我一分钱都没出着。哎呀，是自重，小超。我妈呢，认得你想爱那个小娃娃买衣裳，就拿你给她那400块钱付得账了。哦，哎呀，小超，哎呀，阿姨太不好了，为了那么一个小宝宝嘛，为难你了。来，阿姨，你背上，背的，你背衣裳啊，背的。娘，这个是你修给你为难的儿媳妇的，我怕不敢背哦。哎呀，说些难哦，这个是阿姨家里你呢。未来那儿媳妇我会重新绣的噻。哎呀，我的天啊！你们哪个跟我讲啊？这个旗子送给哪个啊？哎呀，同志们，马上来！这个小福姐呢，已经转危为安了。好了。看看，派人送来一封信。你来听听行吗？感谢信。待顾客胜亲人，扶穷救困暖人心，好，危急时刻伸援手，救命之恩重千金。好啊，你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我们沙场增了光，我代表管委会感谢大家。哎，马主任，你跟人跟我讲哈，这个旗子到底是送给哪个啊？哎呀，马主任，我倒是觉得嘛，其实这个席子嘛，一人放一杆嘛算了。好，我决定了，这封感谢信作为沙场的特殊荣誉，家里给你们大家。好了，不要提了。妈，这个旗子，这个旗子啊，也家里给大家。生活。
是超级大市场，而我们就。